成为妈妈之后，常常问自己，我是谁？这是我的世界，我的生活，我的日常，我的全部。我是谁？那个充满热忱、勇于尝试的女孩，现在还住在我心里吗？我想要把她找回来。喜欢舞蹈，喜欢创作，喜欢旅游，喜欢陪伴家人，喜欢分享，每一个小时光都成就了最想成为的自己。成为妈妈之后，我的生命更加完整了。我是 Vicky 妈咪，加入我的生活，一起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吧。